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今天我将化身成为 L 的美肌博士，和大家一起对抗肌肤最大的敌人——时间。今天的主题呢，跟我们的生活作息还有时序有一点关系，但具体的内容先卖一个关子，要先请出我今天的助教，也是我的好朋友淑英。美肌博士你好，我是 L 的淑英。美肌博士，你刚刚有提到说，虽然要卖个关子，可是一直有提到时间相关，所以保养也要跟我们的作息有关系吗？像现在在养生界非常流行的就是依时序吃东西，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对于皮肤也很重要。就像这一瓶 Carnival 的前导焕肤精华液，所有的保养品使用之前呢，让你的皮肤呈现一个饱满的水的状况，这样子后续的保养品进入就会更顺利、更好吸收，帮助我们达到皮肤的三个面向的补水。它可以在我们的表皮形成补水，然后呢进入到皮肤的深层生水保湿，然后最后呢达成这个循环的保湿作用。台湾女生都会觉得一白遮百丑哦，对。不过以往的这种美白，有些人用了之后会觉得比较干。Carnival 他们家非常有名的 Dew 这个系列呢，除了之前大家知道它的保湿非常有名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也推出了美白净润白的柔肤露，最后在母亲节的档期，就它的这个净润白柔肤露跟它的柔肤乳的双重优惠组，我觉得就非常的划算。除了保湿美白之外呢，一定要好好的防晒。阿里 EX 的 UV 高效防晒水凝乳，它推出了母亲节的限定组，让你在这个母亲节的档期好好的对抗时间，扭转时间，加油！